姐，王姐，还是谁呀？哎，大姐，这不是你儿子吗？你又忘了？妈，是我，我是逸秋，我是孙逸秋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妈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王姐，今天是我妈的生日，做点什么好吃的？难得你这么忙，还回来陪你妈过生日。这样吧，你好好陪陪你妈，我呢去多弄几个好菜，然后咱一块儿陪你妈过生日啊。哎，你好，陈总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好的。哎，这人怎么饭都吃就走？陈总，你找我？我正找你呢。啊，大化的项目3个月了还没谈下来。你听我解释，陈总。我不听你解释，项目没谈下来，我不听你解释。你别着急，啊、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，我要看项目结果。喂，王姐，怎么了？我妈又出什么事了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今天晚上我回去给我妈做饭，你走的时候记得把门锁好。陈总，这是几点你就准备下班？我，你不知道公司最近在裁员吗？裁人？陈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公司效益不好，上面要求我们精简人员，减少开支。你看看项目部那些人，多少新人，说走哪个就走哪个。哥，这你得拉我一把呀。我拉你一把可以，但是你得尽快把大华的项目拿下来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晚上请大华项目部经理江总吃饭，你去安排一下。啊，陈总，什么事儿？好，没事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啊，快去安排。Thank you.
蛋糕啊。对，我的蛋糕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兄弟，等一下，哎，有事情帮我个忙行吗？今天啊是我母亲的生日，我单位有事我回不去了。这样，你穿上我的衣服，你回替我回去跟我母亲过个生日，行吗？能行了吧？行，是这样的，我母亲啊有老年痴呆，她不认识人，你穿上我的衣服，就说你是毛头就可以了。那不行，给我着急。行啊，兄弟，这样有订单呢。我今天晚上给你500块钱作为你的报酬，行吗？你就算帮帮我这个忙。这不行，走吧，着急。我单位有事，我确实回不去，好吗？那行了，就换上衣服就行了呗。对，就换衣服就可以了。你就说你是猫头就行了。行，那我走了，哥。好嘞，谢谢。阿姨，不是妈，我，我毛头。啊，毛头。啊，毛头，今天是你生日吧？啊，应该是。啊，妈给你准备了学费，这是妈给你攒的学费，你拿着，快拿着。你歇着哈，妈给你做饭吃，啊。嗯。这怎么一个蛋糕？对了，今天是毛头的生日，他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。我把这个蛋糕啊送给毛头吃。阿姨，不，妈，妈，哎哥，你妈不见了，蛋糕也给拿走了。我妈走丢了，我要回去找她。哎呀，你妈三岁两岁还能走丢了？陈总，大花江总还在等着呢。陈小亮，我今天必须要走。哎，好端端在家，人怎么没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快上车。今天过生日，我就是猫头。妈，走，外面太冷了，咱们回家一起吃蛋糕去。
脑子都是该死，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妈，还没好好啊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眼睛就花了啊，我挺好的。妈，我过几天就回去了。妈，转眼就只剩下想你了。满脸的皱纹了。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该死，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该死，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